我都不要你了，还不死心啊！你又开始贴警告条旗了。我不是你老婆，却每天帮你烧饭煮菜洗衣，当我什么？备用吗？恩人有恩报。好久不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你问我过得好不好？离开你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现在已经6岁了，叫彬彬。 别担心，我没说你是他爸爸。哎，我说你，你跟我爸爸比，谁比较厉害？废话，当然是。你做过摩天轮吗？废话。你谈过恋爱吗？废话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阿斌。我当你爸爸吧。你又不是我真的爸爸。我跟彬彬说了你是他爸爸。 那以后你为了看我吗？不会。可是我真的很想你啊。够了。可是我的脸，我想要把它送给你。你现在不会再想我了。那只要有一天你会想我的话，还有我的脸可以看。我不想看到你的脸。 妈妈说，一道彩虹是半圆，2道彩虹是团圆。等到有一天天上有2道彩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跟我爸爸团圆了。